怎么突然断了？是我宕机了吗？周老师，常康老师是不是可以九停止点播了，放影片了？对，可以了。好，我看还有线上陆续上来的家人们，那我们就不等了哈。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呢，就正式开始。好，Hello，线上所有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晚上好，非常高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NPWR 空中学院四月启动营。那我是新月，来自山东济南。那借助大家线上所有的鲜花和掌声，感谢我的国际事业推荐人玉倩老师、彭荣老师、红英传刚老师、招荒 Tom 500万、康瑞千万、小 B 千万。那是你们的引领，才得以让我与线上所有的家人们结缘哈，与大家认识，真的是非常感恩。这个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哈，一根网络线就让我们全球所有的家人们相聚在这里，那更要感谢我们 NPWR 的创办人大校长康瑞老师和小毕老师为我们搭建了这个平台，让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家人们能在这里团聚。那线上所有的家人们，你们都是来自哪个国家、哪个团队呀？可以打上来，让我们今天的非常重量级的嘉宾看一下好吗？你们打上来是来自于哪里？MP3 的山东济南，还老有呢，乡，台湾，哦，济南老乡，还有台北、纽约。NP2 的、NP3 的，还有呢，美国的、纽约的，哇，继续打上来哈，看得出来大家非常非常重视今天的会议是吧？都是为了我们的重量级主人公而来的哈。那今天呢，也是我非常非常的荣幸，我是今天的先是开头人哈。刚才在有先行进来的伙伴都已经感受到了，我们线上刚才我听到有一个百万老师说，哇，线上有多少的千万百啊百万呢？我觉得我今天非常的荣幸，先做一个第一炮发言的哈。那今天呢，我们主持人都是非常重量级的，是我们福布斯杂志的封面人物小毕老师，千万我们的小毕老师作为一个主持人的引言人，带领我们所有的助阵嘉宾作为采访嘉宾哈。好，那今天的重量级的嘉宾我不来介绍，我要有请我的千万美金小毕老师来介绍。好，大家用鲜花和掌声有请我的小毕老师，小毕老师，请您接麦。谢谢我们星月。我觉得我们今天星月主持的时候，都好像是那个金马奖颁奖的语气，你知道吗？果然今天就像金马奖颁奖一谢样谢。哦。所以我今天非常开心哦。我觉得我的上手老师来，我的上线来，我的 Teresa 哈，跟大家讲一下哈。其实我想在做 New Skin 里面，很多人都有他一个偶像，Teresa 就是我的偶像。我每次看到他，我都觉得我就想变成像他这样子的人。他非常的亲切，我想。在这里现场都可能都没有吃过我们 Teresa 煮过的菜，我有吃过哎、欸，有一次我有缘就上线很爱我，就有一次他就打一个电话说小 B 要不要过来，我带你去买房子，我说天呐，这就是飞过去了。所以那时候那一段日子对我那几天住在 Teresa 老师家，我觉得我感受到特别深刻，我知道什么叫做成功人，就是非常亲切。他说来来小 B 来。说出你最喜欢吃的，我来煮个给你吃。然后他那时候就教了我做三杯鸡哈，一杯什么，一杯什么，一杯什么的哈。那我还记得。然后呢，我还跟 KP 他哥一起吃饭。然后我其实还很，我想到那一段，我就觉得真的是很珍贵，你知道吗？我们一起吃饭。然后这一次呢，就是我觉得我想到老师的时候，我都觉得他，我想的更多不是。我觉得就是他平时待我的那种样子，是我很感动。我觉得这样子老师是我很感动的。然后呢，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下面有多少人哦，我跟你讲都不知道。所以我今天请到他说，你看我现在都语无伦次，太紧张了。其实我也紧张，我紧张的不是，是我不懂要怎样去介绍。去要讲表达我现在此刻的那种兴奋跟感动哈，但我一定要谢谢我们咪咪姐，咪姐谢谢你，今天是我们咪姐牵线，好，因为我说咪姐可以帮我找 Teresa 来吗？咪姐在线上对不对？来，大家跟咪姐问好，好，谢谢咪姐，好，这样呢，这样我想可能有很多人都不认识我们 Teresa 老师，对不对？好，那。听说他现在已经是8000万了，我也搞不懂。反正我知道他下面有很多千万、百万就对了。Teresa 老我师，八可不可以千看万，看？
老师，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现在其实你的团队到底有谁是你的子子孙孙呢、啊？其实很多人都一直在问我这个问题。我说今天就拿本尊来讲一下，好像有多少的团队是在 Teresa 老师下面的，好不好？嗯，我相信你们很多大概也不认识了，因为第一个我相信王宽明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六四二，哦，还有一个就是刘印华 ，Pan 跟 Lin。Yeah. 还有一个就是王聪明，我不知道你们大概比较不知道，他下面有什么吴永茂啊，什么陈金彪这些呀， yeah. 大概你们不太熟悉。反正这还有你们呢、啊，当然四条大线 ，OK 所以基本上、哦、我看80%的华人都在您的团队之下哈。嗯，呀呀呀，我不知道你说80%是什么。好，这样子我们很想知道一下 Teresa 老师，你刚开始的时候啊，其实你有想过会有这么多人加入你吗？这些人是怎么产生？那时候是怎么起步？怎么结缘 New Skin 的？哦，我是1988年，郭姐姐郭龙生，我的上线，我还故意把她的相片今天也放在这里。哦，因为郭姐姐是我姐姐的同学，那她参加 New Skin 没几天，她就找了他们经营的同学到我姐姐家他们聚会，所以她就在分享这个 New Skin 的产品。可是他们老同学见面对这个产品没什么兴趣，所以呢也没有人要参加，所以郭姐就跟我姐姐说，那你介绍个人给我吧。那我姐姐就讲说，我那个妹妹好像蛮爱漂亮的，那就介绍给我。所以郭姐姐见我的时候就告诉我这个产品啊，什么制度啊，叫我约一些人。那这个很简单，我就找了一堆人郭姐姐来讲。她讲那些制度我根本都不想听，因为我对数字没有概念，我只是看了她就是说这个产品啊，怎么用这个拉皮啊，这些我觉得非常好。所以我就迫不及待的 就告诉朋友啊，就是这样开始的呀。Yeah, 我那时候还在牙医诊所上班，然后那个牙医诊所也是因为我的个性我蛮喜欢交朋友的，所以我原来在牙医诊所上班的时候几乎都是 ABC 没有讲中国话的人。那自从我去了以后，慢慢我介绍了很多很多台湾来的都讲中文的，这些我在那个牙医诊所做了19年，所以哎呀，所以每次有的时候用那个拉皮粉干什么，医生才在跟病人打麻药要弄牙齿的时候，我就把它涂在手上了一个，然后等他弄完了。这医生可以给你这么做吗？你的医生给你这么做？因为我已经做了18、9年了，他对我很好，所以每个弄完了一看就不一样了。反正我就觉得有机会我就会告诉嘛。然后我后来。我参加 New Skin 以后，我告诉医生说我赚到10000块，我就不上班了。所以我在1988年参加的，八月底参加，就 recruit 了我的妹妹，然后她买了一点，我买了一点，所以那个支票才30块吧。然后第二个月我就开始告诉朋友，因为我这个人就喜欢逛街呀，买到好的又便宜的东西，然后我就会迫不及待的告诉每一个人，所以每个人都知道听我的就没错。所以我那时候就告诉我相信我在短短不到一年我家签了105个人。那个就是我接下线105个人，对，好多、哦、然后全部是中国人 OK。 那个反正我要讲什么我都搞不清楚。我记得 Teresa 老师有跟我说，他的那时候医生为什么会对他这么好，其中一个原因他大部分的客户好像都是 Teresa 找来的，后来他的牙医生意越来越好，是不是有这样一段，对不对？对啊，医生后来都是很多很多中国人嘛。然后后来我赚到10000块的时候我就辞职了。那时候我做到13个月的时候我辞职的，然后16个月我做到蓝钻。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说做这个事业会赚钱，我只是郭姐姐告诉我，我就用产品介绍给朋友，那我的朋友都相信我说，就一下子全部都加入，就是这样。所以我在讲并不是见得这些大线都是从你
你认得的人出来的。其实现在剩下的我所有的主任没有一个是我当初直接 recruit 的 OK、全部是下面出来的。所以你就是不断的分享，因为像我的妹妹也做 New Skin， 她会觉得啊、要去跟人家提产品，要卖产品就等于要赚人家的钱，她有这种问题，她就会觉得不喜欢开口，因为不喜欢要赚朋友的钱。可是我跟她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就像我中了乐透一样，我恨不得告诉每一个人 share 我的高兴，对不对？就这样，所以我就会每想到谁我就打电话去，而且很积极很兴奋地告诉他们，所以每个人都会觉得要试一试，因为这个东西只要加入会员就可以去买那个、就是那个 cost 的钱，所以呢每个人都愿意参加，所以一下子就我的朋友的朋友就一下子就开始了，所以我第三个月做了10000分，有22条线就变成主任了呀。所以我觉得分享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做如新你不 care 别人，你也不喜欢分享，就很难了。再加上你平常对人处事都是大家都可以 trust 你，所以那个就做起来比较容易。那当然，所以老师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完全没有心理障碍啊，我不好意思找人啊，我觉得我完全没有，我看你都好兴奋。我就这样发现了一个这么好的东西，又便宜，比买名牌要省了好多的钱，效果又好，赶快告诉大家，就是我的个性。就是说你看了一个电影好，你也是这么兴奋就告诉，没有一点说什么赚钱这些的意念，说对朋友不好意思，我是一点都不会的呀。所以这一点我妹妹说很佩服。我也真的觉得，因为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 Teresa 老师就是把我跟那个生源我们带去中国的时候，那时候也有一些你中国的海外的朋友们去看房子，咪姐记得吗？那时候我们还有跟黄宽明老师一起看房子，其实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去的时候你们已经买了好多栋了，然后连房子都没有看过，就知道从东南西北大概就买了一些，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哦都其实根本不懂东南西北，就是老师说买我们就去买了、所以我觉得他不是买 New Skin 好，如果他是 agent， 他那天就我们那时候总共买了好像咪姐还记得吗，10几20户吧，大家一起 Teresa 还买，我们都买什么就这样买房，而且 还拿了现金价。我买衣服也是要去大陆看到减价的时候带了，哇，同学刚好去就带他们去买，每个人都买了好多好多，我也穿了一件，结果我就是上面带了一个我比较喜欢别针啊这样东西，每个人都买了7、8件，那个我就站在等他们那里，后来那个小姐就在说这位小姐这件衣服好美，一定非常贵，我说就是这一件就是他们大家每个人抓了7、8件的我穿在身上，所以有的时候就说你自己加一点什么东西就感觉完全不一样。我反正就是觉得，但是我还记得我跟你就是我去你家的时候，有没有那时候中间的时候那个 Teresa 老师很可爱，他就说来小屁来，你看我配这条腰带美吗，我戴这个帽子美吗，我这件衣服会去那个美吗，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很快乐的去分享、我看完之后我都好想你买那个帽子。我做 New Skin 最快乐就是我喜欢穿漂亮的衣服，打扮美美的，可是我的老公他对这个都没兴趣，也不喜欢去跟朋友去外面吃饭或者是玩，所以我都没有 chance， 所以我每次生日的时候我的好朋友都会告诉我说你要去哪里去吃饭可以穿上你漂亮的衣服，所以我就很高兴。然后做了 New Skin 就是可以穿得漂漂亮亮，让有地方可以干嘛，我就非常兴奋，不要讲别的，这个已经满足我所有我爱的。而且当初开始参加的时候我是完全没有想到可以赚钱，我只是觉得要分享，结果就变成这样。所以当初郭姐姐讲完以后我不是签了吗，那后来我们两个说去哪里找人呢，在这边也不晓得签谁，后来我们刚好我是实践家专服装科设计科的嘛，跟郭姐一样，然后我们就说哎，同学要开一个同学会，这样子我们两个人就去分享这个 New Skin 的事业。结果我们到了那个同学会，我们两个就来讲，那我说如果两个人我们就一人一个 OK 对分。结果呢郭杰第一个给郭姐姐了 OK， 第二个就产生了王宽明，
其实是王冠明上线的上线、oh. 我那个家专的同学他参加以后很兴奋，就介绍给 Alex， 因为他帮 Alex babysit。 那 Alex 参加以后有一天他就告诉我，他说我有一个就是那个下线要参加，还没有参加，他说他要从路过美国要去阿根廷，那时候他要好像去阿根廷，他对那个他是参加哪一家那个 Amway OK， 那他觉得很失望，他就准备移民阿根廷就路过。所以呢那 Alex 是男生，他对产品不了解，那有一天晚上他就叫我过去说分享那个产品给那个谁。所以王宽明我第一次见他，那时候也不知道他将来会变成一个什么人，反正就是这样开始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你不断的分享，机会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也没有想到一个就个第一个我那个朋友不做了，那现在 Alex 就是第一线，王宽明就是第二线，这样子的呀、yeah。 那同样的那个像那个我要谢谢那个谁啊，我的朋友 Irene 嘛，是我那个来美国念书的同学，所以我参加了以后我就告诉他说哦，我有个妹妹很爱美啊，那介绍给你。所以 Irene 就是我的同学参加了，他妹妹是医生的太太，他说他没兴趣，他也不要赚钱，他就说我有个朋友很爱花钱，就是 Pan， 所以他就把 Pan 介绍了给我。所以呢我的同学在我下面 ，Pan 在我下面。那当 Pan 做得很好的时候，他开始赚钱。那这个我同学那个妹妹呢，就说我也想要做了，我要参加。那我就心里想，你住纽约 ，Pan 也在纽约，我在加州，那你就参加在 Pan 的下面 ，Pan 可以帮助你。他说 No， 我不要，我要参加我姐姐下面。所以他就参加了他的姐姐下面。所以他姐姐下面以后他就认得了咪咪，就 recruit 了咪咪，所以咪咪跟 Pan 就是两个我的 front line， otherwise 就变成一条线了，所以他一个人认了两条最大的线、oh. 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激他、yeah。 所以这个缘分很难讲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一直找不到人，好难好难，可是有时候一来的时候接二连三都发生了。所以每个人都有这个运气，然后不是说你永远都弄弄弄前面一百个，你总有人进来的时候平均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就是要不断的努力。当然在你努力的时候你就要有机会要去学习，因为当我们该告诉的人该分享的人都用了，好像就没有那个资源了。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不断的学习，就是说从人家的经验里面得到可以更容易一点，这个就是说很重要。还有我也觉得一个人要像成功的人，第一个就要打扮着像个成功的人嘛，人家第一眼就看你，哎，觉得你这么装扮的很好，皮肤什么都那个东西，别人第一个就已经70%要相信你了，你讲什么话他就容易听进去。可是如果你今天都是马马虎虎不干嘛的话，你费很大的劲你都很难打破这一层。所以我觉得如新的那个伙伴们都是，因为我记得以前你们到问卷调查那时候公司有问题的时候，我跟 KP 两个人就回到台湾，我们就说去看这件事情到底怎么样。所以每天早晨我们就跑到那个远气那边就去看这些站到那里要问卷调查的人，各个都是创办的整整齐齐，让人家一看就不是那个随便发传单的人。所以这个让人家第一个印象是非常非常重，也让你的如新的这个事业可以突破，就是说可以让朋友相信你，相信了就下面都容易了，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今天呢有伙伴说就是那个很想听一个很经典的就是说当时候呢就是我们 Teresa 老师在做如新的时候好像我们 KP 大哥那时候不是很赞成，对不对？然后呢 KP 大哥好像有一个习惯我记得那时候包括我在上海我才见识到真的都是要 Teresa 老师煮饭给他吃的那时候我还记得我们一起去逛街，后来呢就逛到一半就太紧张了， Teresa 说哦快快快，结果你知道吗，我回来我发现了我的鞋子居然是不同号码的
去买鞋子，因为太紧张，说要回去煮饭给 KB 大人，说小 B 快走，就快点走了。后来我说，哦，原来传说中的那个，哦，每天要煮饭给老公吃这件事情是真的，我真心感受到哈。那我想问一下 Teresa 老师，就是刚开始在做女性的时候，老公好像不是很赞成，然后要每天回家煮饭给他吃，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做 New Skin 啊？没有，我的老公就是都要管我，常常说没结婚前妈妈管，结婚以后先生管，所以我要参加 New Skin 也是偷偷的去参加的。所以郭姐姐说要来我家那个时候找朋友，我就想说星期四是我老公会去打桥牌，所以那你就那天来，所以我就找了一些朋友在我家，他就在做示范，一磨就磨了很久了嘛，还要大家签入会啊什么，结果就听到 garage车房的门这样打开，我说郭姐我老公回来了，快快快你从前门跑跑。郭姐赶快抱了全部东西就跑掉，我没有告诉我老公干什么。后来我老公看到我有一个入会表放在那里，他就说你又参加什么东西，因为他觉得我就是人家骗子最好的那个目标。 OK， 我跟他讲，哦，这个只是参加了以后可以打折，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慢慢慢慢他知道了，他就说，我说这个产品很好，可以赚好多钱，他说他才不相信。然后他说，我说那你试试看，他也不要用。所以慢慢的肥皂我会换上，想铺会换上，慢慢就发觉他头发掉的比较少，因为平常铺床都会觉得枕头上好多掉的头发，我说怎么这么会掉头发，后来慢慢他自己也发现了，所以他就开始慢慢用我们的产品。所以呢我说我有一天我没有想要赚多钱，我说我只要赚3000块多好。我老公说你赚3000就跟我改姓嘛，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说他会改姓，所以我老公姓工程的程，我姓郑，其实我们两个名字都是 CHENG 呀。哦，江老师我想问一下，以前你在做如新的那个时候，就是可能连手机都没有吧，对吧？都没有，对不对？好，像在那种情况之下，其实你们那时候讲做 New Skin 啊，而且在美国应该就是也很，就是好像也不太容易，就是你都做全中国的人吗？在美国的时候，像后来为什么又有台湾？什么全中国？没有，我在美国开始做的时候，先就在这个附近嘛。我觉得咪咪打电话，咪咪我有拿那张相片，还是89年去帮你，还是那个照的那张，我昨天找到了，我放出来。就咪咪叫我去，我实在很害怕，我第一个也自己没有出门过，然后还要去讲，我觉得我也不会讲，所以呢，可是咪咪说要我帮忙，我就还是去了。咪咪记得，我到时候那时候什么也不会讲，就是用产品教大家用产品，反正都是一步一步的。我记得王博士每次说 Teresa 上台讲，我就像背书一样的 New Skin 是哪一年，1984年开始什么，我真的是不会。所以当我做 New Skin，我16个月做到蓝钻时，王博士一看他的报表上面写一个 Blue Diamond 在下头，他就打电话给公司讲，你们弄错了，下面没有 Blue Diamond。 后来因为那时候只有朗秋是 Blue Diamond，然后王宏台这么会讲，来我又从来没上过台，所以他一看到有个 Blue Diamond， 后来公司说没错是 Teresa， 所以他都不敢相信。我觉得我就是全凭我的那股劲，就像我买什么药吃什么东西，尤其像那个 Air Fryer 现在不是很流行那个锅吗，我觉得太好用了，所以呢朋友都不知道，所以我就请大家到我家来，我就用那个 air fry 做牛的、鸡的、肉的、鱼的，这样一烤给大家吃，大家都要去买。我觉得我反正就是个性，穿衣服也是买到，反正我就是觉得中落透了，告诉大家分享，大家也可以去，就是这个心灵不断的，对，所以又那个气压锅很谢谢你，可能卖了很多个，跟我没关系。所以我说啊，你分享再多的东西你也没有任何好处，可是很开心。可是 New Skin 的事业真的是让我更感觉到，我从1997年就没有做了，因为那时候的背很痛，所以我就搬回来，那时候还住过台湾，日本也住过一阵，所以回来以后就是把背治好。没有做是什么意思？就是完全没有 do anything， 所以很完全没有做，
我从1988年参加到1997年等于退休，然后从97年到现在已经24年，我没有做任何事情，我就是每个月把该要补点业绩补完，支票就来了。 OK， 那这个尤其是最近大家这个 COVID-19 大家都赚不到钱，都很惨，对不对？我一月的时候，因为我现在老公走了，我也不管任何事，都是我女儿帮我，所以我从来也不问我赚多少钱，我 都不管的。所以那天我的女儿就打电话来说，妈，怎么回事，这个月你涨了50%。我说真的吗？50很多耶，50对，涨了50%。所以我就觉得我努力了9年做 New Skin， 我可以一直拿到现在，有的时候还涨上去这么多，那真的是，我觉得再好的投资也没有这样子。就像你中了那个乐透奖，他也不会给你一辈子，真的。而且还会，就是说，尤其是现在大家都很经济都不好的时候，你还可以拿这么多的钱，还可以涨，真的是，所以绝对值得了。9年的功夫，而且9年我跑到各地，我是 enjoy 这个 life， 我喜欢。所以当咪咪说请我来的时候，说良心话，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讲课，因为我本来就不是这种人。可是我想到我可以跟大家见面，不管我见不到大家，大家可以跟我联络上，这是我很向往的。现在老了就是很 care 这些。对，我觉得哇，真的听完我都吓一跳，就只做9年到现在，然后呢今年还加薪50%，这事业真的是那个月，所以我就在想怎么回事。后来听说是不是新的那个机器在台湾上市，是不是？所以很多人买，我也搞不清楚。那你知道是什么机器吗？啊 ，Lumis 吧。那现在又有那个，现在又出来一个那个那个叫什么？不是，所以你看多好，连我赚的钱都不知道那个机器叫什么名啊！天哪，就看到这个威力了。早晨要赶快用一下，因为赶快要见下线了，不能这个样子。早晨特别狂起来用一次，好经典哦！连机器那一个是什么？然后Teresa老师修理一些给你看，就是这台机，他现在用着，给你50%的这个。哦，对对对对对 ，Yeah， 对，就陈丽莎问一下，你当时候你们在做 New Skin 的时候，你们大部分是做哪一些东西呀、啊？就是保养，就每天做哪一些东西？就做只做保养 ，Facelift 是最好的，拉皮嘛。到现在，真的那时候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呢、啊？签100多条，怎么签呢、啊？我大家都好想知道，因为我不知道，就像我70岁生日的时候，我想我60岁我请了。因为我的 wedding 是很简单的，跟我老公在学校里结婚，没有很简单的 wedding， 所以当我女儿他们都有这么大的 wedding， 我心里就不平，我一定也要一个像这样子的。所以我60岁的时候就请了我好朋友，不管在台湾的在哪里的全部来 ，OK， 也就100多个人。那我70岁的时候，我觉得我老了，我不要劳师动众，所以我也不用让别地方的人跑来，所以我就在 local 的地方，我就请了100个，很 easy。因为我插花课，我那个瑜伽课，我打牌的麻将的朋友，我旅游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的亲友们，很容易一下就是了。所以我是蛮多朋友的。说虽然寇平走了，我当然还是一直很寂寞，不是寂寞，很伤心。可是我有这么多的朋友都陪着我，像前一阵我朗秋跟我妹妹每一个周末5、6日都来陪我睡在这里。我真的每个星期，我妹妹知道我一个这个人，就是说突然寇平走了我不能 take， 所以她就刚好啊，这么多几十年来做如新，我们都在参加大会的时候，我们都彼此不太会见面，因为他们管他们下线，我管我的，所以这几十年来我们都没有在一起。说真的，就是这个 pandemic 那个 COVID-19 这个期间，那他们知道我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每个周末都来陪我。所以然后另外我的妹
弟媳妇也来陪我，所以我几乎天天都有人陪我。那就是这两个星期我慢慢 get used to， 所以我自己慢慢自己在家里。反正人都要成长，这也是我觉得不管下线你赚到钱了，你事业成功了，可是你的家人还是非常重要，尤其你那一半永远要珍惜，真的。好感动。哦，叫我知道今天讲到我们 KP 大哥， KP 大哥常常都很疼我们，对不对？只要伙伴在，哦，像 Teresa 老师今天提到 KP 大哥，要不要跟我们聊一下就 KP 大哥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啊？我知道他捐了好多钱哦，对不对？然后也帮了我 很多的人，要不要也聊一聊，哦，有没 有照片？对对，大家那个张宇那边可以发点照片吗？因为老师有给我们看一些照片的。其实我的老公看起来别人第一眼看他会很怕他的永远珍惜另外一半。因为你看这个，你是上面写的89年，我觉得是我 到你那里宾汉腾，是不是？对，没错，啊，在一个 library。记不记得在，哦，我昨天刚好在看电那个上面我看到了，所以我把它弄下来，因为 我家还乱七八糟的。一晃你看看，那时候才40多一点，现在已经70多了，太可怕了，嗯，所以要珍惜啊。还是这么的漂亮。下一张吧。我就随便找找我时间。这个是不是2年前去那个莫纳哥？对的，我们那时候一起见面。对对对对对，然后 我看到这个总裁他们也老了，尤其是那个出不是，这个是叫什么 Steve， 那个是，还有那个总裁叫什么，对，他们看到你还记得，Bregroni， 我觉得他也老了好多，他虽然还是很年轻，可是他们头发都白了，就显得比较老，yeah。嗯，见到老朋友，来，我们下一张。这个是那时候不是有印那个卡，这个不知道是多少，大概40、50岁的时候吧，有印那个所有的那个 Blue Diamond 的那个卡，就留着一份，就这样子。所以老师是几岁做 New Skin？ 我41岁开始。哦，41岁开始做 New Skin。嗯 ，OK。所以现在想想太快了，你看女儿都已经40，我女儿都46了。他们那个时候才初中的时候，我开始做 New Skin。哇，这张好漂亮啊！这张是跟那个什么，这个不是那个林静是？林静，这两个是，这个是那个，这个跟这个是夫妻嘛？就是那个，那时候什么活动？后来他走了嘛。还有花蝴蝶。不是，我们公司每年都会请这些名人，以前的副总统啊，或者这些名人来给我们照相，在 convention 的时候，对。这个是 Al Joyner， 他们都是那个金牌得手，都是国际的奥林匹克的。对对对。嗯。他那时候还是我们的 spokesperson。Yeah， 他跟他的那个太太非常有名嘛，yeah。 他太太走了嘛，对对对，他太太走了，就是在 KP 大哥旁边那一位， yeah， yeah， 我们那时候都有跟他们照相。哇，这个是我领那个2000万的时候，是1997的时候我记得，yeah， 因为1997我刚好也搬到这个家来，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那一次我领2000万的时候，同时间王宽明也领2000万，然后他的上线 Alex 马领1000万，所以一共才几个人，两个都是我的下线，我记得那天特别兴奋。太好，还有一张吗？这张，这个是我昨天刚好找到的，我就把它，就是上次去那个罗大哥、甄贤姐，对对对，yeah， 嗯哼，在摩纳哥的照片，对对对，
我这个也不会收集这些，就是刚好看到有一张刚开放。还有没有 ？OK， 没有了。反正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好，老师，这样我问一下哈，就是在你做整个 New Skin 的过程里面，你觉得有哪一些关键，比方说有哪一些点，你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哦，我觉得做 New Skin 最主要的是喜欢分享，因为这个个性，你如果不喜欢分享的人，你永远很难开始呀。除非你觉得哦，我要赚这个钱，我非得去做，那个跟你从心底打心底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有的个性，我所以 New Skin 的伙伴们，大家都是这么快快乐乐，很 positive。这都跟个性有关系的 ，OK？ 那个，所以那个朋友相信你，任何事情就容易了。那你讲话，你不觉得吗？如果说很会 super salesman， 如果他就是讲的天花乱坠，可是你不见得打动别人的心，你就是要 speak from your heart， 让人家感觉你就是真诚的，人家就容易接受。我觉得要让人家引起兴趣，你就针对别人，像我们以前那时候是有做示范，那些让人家马上看到这个产品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别人就很好奇，就也可以进来。那现在我不知道，你们现在都在网络上，那网络上你可以设计种种的东西，我是搞不清楚现在是怎么 sell 的。他们不是说如果一下可以 sell 几千个牙膏也可以赚很多钱，这些我都搞不懂，所以已经过时了 ，OK。然后、那个、你不需要搞懂，你就加薪50%了，多好啊！真的是这样。我女儿好奇怪，说妈，现在大家都那个，你的支票是怎么弄错了，怎么样？怎么加了50%？我说真的吗？所以后来我听说大概是新产品了，所以就多了。所以这个公司有很多这种 promotion 的东西，当然。对我们大家那个支票也很多影响，是真的呀。我觉得做 New Skin， 第一个喜欢分享，然后真心相待啊、哦，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努力啊。你做任何事业没有这样子的那个 return， 所以你全心全意，当然不需要你好像马上辞职干什么就来做这个工作，因为你刚开始的时候你的组织网没有那么大，你就是。慢慢的去分享，边做工作那有收入，而且从工作里面也接触人脉，所以更好。所以慢慢的你赚到钱了，你才开始全心全力。我觉得我在台湾有这四条大线的 under 我是有原因的。为什么？那时候台湾要开的时候，我就急着说要去台湾，下线都告诉我有多少朋友在那里要想知道这个产品。那时候我已经全职做了，所以台湾还没有开之前我们就已经准备要去，那时候咪咪也全职做了，那时候 Pam 也开始全职，还有 Alex， 所以这三条线都全职做，全部我们都回去，所以跟人家 part time 的就不一样。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公司打电话来说你要多少入会表格，那我的下线我问这个要几百那个几百，我一下就那一天就800多份的那个入会表格，我都说天呀，这从哪里来的？因为我离开台湾那时候20几年我没回去过，所以我没有人脉，可是因为我的朋友下线他们有这么多人，所以一下子就这么多人，所以我常常都会觉得我都又不会讲课，别人这么棒这么好，可是每次到做了就是做到什么级的人表扬的时候，上面就谢这个谢那个，我都不知道他是谁，谢来谢去，谢到最上面说哦，王宽明，就哦，那是我的下线，然后谢到咪咪，哦，又是我的下线。反正我觉得这个市场，我也不知道，就是说世界就这个连线太可怕了，所以现在网络又更发达，所以你可以做到各处各处去，我们以前都要跑那么远去见一个人啊，所以对我们讲要比现在真的是难太多了。所以尤其你们年轻人这方面又通，只要你用脑子想想一些新花样或者是怎么样，你都可以做得
缩短你的时间，不需要像我做九年吧，九年我已经很满意了，真的比做什么都好，你做别的东西没有这些 return， 就是中乐透奖也不会给你一辈子还传子传孙，真的。所以我走了，我的儿女们也都可以拿到这个钱，对不对？所以真的是这，那现在我是不知道说你的组织网有多大，你就可以好像三条线是不是就可以做什么三万分就算一个，现在的是怎么样？咪咪大也知道，看到吧，这嘟嘟已经忘记了，还在加薪，真的很刺激耶！他说只要三万分，看到我的都是50万、60万，所以你的下限稳了，你也稳了，所以就可以退休了。我觉得今天大家真的看到什么叫做做如新的威力哦，制度都已经不太记得了，还可以加薪50%哈。好，那 Teresa 老师，很多伙伴都很有，就是很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像当时候啊，像我们黄宏泰老师，他们都这么的优秀，对不对？然后你下面有这么多厉害的人。他们其实在加入 New Skin 的时候这么容易就要加入了吗？就他们到底是你们那时候是怎么做出来，因为下面人都好优秀的，以前大老师他们怎么要做就来做，应该没有这么简单，是到时候是那时候什么样的情况让大家都纷纷全职，因为有提到大家都纷纷全职了嘛，其实那时候真正的关键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产品好，然后大家就加入嘛，然后你会以为说哦，我这么厉害 recruit 了这么多厉害人，其实这些人都不是我 recruit， 都是下面升上来的，这就是这个制度的伟大。因为你爱买的，我的朋友都是爱买的，就是用一用没有恒心也不太想要赚钱的，所以没几下子他们最多买一点产品就没有了。所以我说我的第一线所有我的朋友没有一个是主任现在，可是他们下面发展下去就会找到那些有事业心理愿意抓住这个机会看得到的人。可是用户会介绍人给你吗？还是你去找他们？用户也会介绍给朋友去用啊，那你也会去接触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要一个一个的去帮他们嘛。所以这个像咪咪就是啊，你找到他了他就能干得不得了呀。所以我在说我这个人念书也不咋，然后我也不会讲课，也不会干什么，可是老天爷大概眷顾我，我就找到这些大将。所以在台湾我一听，反正所以那个是我的台湾的支票，我80%是从台湾来的那时候呀。当然现在大陆市场又开了，可是因为我们好像跟美国的好像拿不到，台湾的可以拿得到，否则简直更不得了了。Yeah， 不，拿得到，只是没有写出来，不是没有拿到。当然一个是很深了 ，OK， 还有一个好像台湾的可以拿到大陆的奖金，我们美国拿不到。哦，是哦，对，我以前拿4-5天我都觉得不错，现在好像根本都看不到了，所以不一样呀。没关系，你都加薪50%。最刺激的就是还说制度是这样吗？那个机器好像有个什么机器，然后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然后呢就加薪不是，现在老了脑子不好记不得，早晨才在用就忘掉了，所以我常常怕我忘词了。所以希望我能够健康，不要有老人痴呆症。有没有觉得老师讲 New Skin 真的就觉得好轻松，很快乐分享这种状态，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我知道我们雪莉刚才就特地去换衣服，因为她说等一下上线我有10万个为什么，你可以让我有一点位置问一下吗？好吧好吧，我现在就让你吧，你要问什么就问吧，雪莉。哎呀，太感谢了，能有这个机会，谢谢咪咪姐，谢谢小B老师，那个Teresa老师好，我有一个问题哈，因为我是从这个比较多的是从咪咪姐嘴里，从王博士的这个录音带里面了解你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智慧可能只是从 SPA 机开始，我的智慧会被点燃，那以前的紧肤粉水啊，或者面膜啊，我自己问自己，我当时的我会进来吗？我会用？我会做吗？但是我听说你那个时候都能马上就填什么表格 LOI 1000点，搞得王博士以为就是很多人都认为一进来就要1000点，哎，那1000点是怎么来的？
我很想知道，就这么几个紧肤粉水这些面膜。没有，那时候他家 还在卖那个一个袋子500块，其实我都没有。OK，我只是告诉朋友，朋友想要用就买嘛，那很快嘛，朋友告诉朋友，一下子就买的业绩就足足可以让你送 LOI 了，是真的。所以王博士每次都说 Teresa 以为是 LOI 跟入会表格一起，其实不是的。他说我每次听他的演讲听了一半就冲出去了，大家就要入会了，因为大家不耐烦，不想要做事业，觉得产品好我们就来买嘛，就这个样子嘛。所以不是我要干什么，我从来没有强迫下线买任何东西，都是积少成多。所以这个事业就是这样，小小小小的，每天做每天做，所以慢慢的你有每天的计划，每周的计划，你就照你的计划进行。那我这个人是什么计划都没有，我就是不断的告诉大家，就是这个样子。讲到一个更好笑的，最近我们朋友告诉我说腰酸背痛啊，骨头痛的，年纪大的都有，说有一个蓝色的药丸上网可以买到，好灵好灵啊。然后他说他吃了马上就不痛了，哦，我赶快介绍给大家 也来买啊。我没有吃很多，因为我不是那么痛，我的妹妹一天到晚腰酸背痛，他们吃哇怎么这么灵啊，那个吃了5天 就好啊，就不吃了又不太行嘛。那后来我已经告诉了好多人，大家都相信我，都去用，都觉得很好。结果最近那个 Crystal 他不是医生吗？所以他现在不是医生，他的同学都是医生。后来我也寄给他，告诉他这个多神奇。结果他就叫他的同学去检验，结果里面有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那个不好的成分啊 ，cortisone， right？ 后来我哇不得了，他说不能要吃，我都已经宣传到大家，赶快告诉大家不能再吃了。还好那个吃了短时间还好了，所以我就告诉你，我每次听到一个东西就兴奋得不得了，每个人就会听我的去那个东西，所以我以后要小心小心。好，我听懂了，听懂了。所以就你兴奋就会影响人家嘛，朋友相信你就哇不得了，赶快赶快呀。哇，那个我现在把那个 picture 已经可以了，为什么听到一半那些人就会跟你出去？我那个时候以为就是你已经跟他们搞定了，原来是不喜欢听生意，不想听 business， 都做生意没兴趣。Yeah. 完全理解，因为我们美国很多都是宝妈，也有很多都是女性，我的团队也是95%以上，就是一开始我们可能对生意叫我赚钱我没兴趣，但是你让我变美，哇，我很喜欢，我很有兴趣，我也舍得去买。啊，那我现在可以把这个画面对你的下面就会带出那些要做生意的人来，所以你永远不知道啊，这个会能说善道，这个老老实实都嘴都也不会开的，你 never know， 说不定这个人可以做得出来，因为他就是本本分分真实做人，真的不一样，真的是你不要预测每一个人，永远给你 surprise。我觉得那个 Teresa 老师你本身做人就是已经很成功，所以你说什么朋友都会相信，而且你那个兴奋度哈，你刚刚听完以后我也在想那个，哎呀，如果我不知道有人也想吃了 Teresa， 对啊，就是那种感觉，我也想哎，你都知道吗？我都想要吃，上还买不到，只有到美国的那个什么网上才能买，后来结果是因为大陆查得很严，美国没有，所以你可以漏网自己买的。现在因为做了如新，我们可能会问，哎，里面有什么成分？以前的我跟你一样，什么都敢试。好，特别棒，谢谢。那还有一个问题哈，那伙伴也有在问哈，就是说关于就是好像也是这个口才，但是刚才好像你也回答到了，就是没有口才怎么做如新？但是我看到你刚刚这个状态，我已经明白了，不做如新不需要口才。要口才。而且我知道 Teresa 老师应该就是没有什么计划的人，可是他因为他真的他有时候哦我忘记哦我忘记，可是我在想没有计划的人怎么可以把生意做这么大。就有兴趣，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恒心做一件事，唯一 New Skin 我做，因为我 enjoy， you know， 我喜欢分享，然后下线我喜欢帮忙他们，希望他们也赚到钱，然后我喜欢参加大会，可以穿漂漂亮亮的衣服，看到所有下线，这都是我爱的，所以我这辈子就唯一的付出就是 New Skin， 其他的事情都是懒的，都是很糟糕的，都是懒的。那十万个为什么又来了？啊，十万个为什么又来了？算命的说我可以
坐就不站，可以睡就不坐的人。就像老师，我想问一下哈，像你那么快乐的性格哈，那么快乐的性格，那你刚才有说你的第一代也不做了，但是呢，就是说你在面对你的伙伴做和不做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面对的？做和不做，那勉强不来的。你他如果 ，you know， 我自己也知道，我对事业也不是这么样子干什么。可是我因为幸运，我一下就看到，我就说，别人会青黄不接 ，maybe 你就掉下去干嘛？我的运气很好，就是一下子那个业绩都来了，然后我一下子从 Ruby 就到 Emerald 跳得很快。所以当这些人都不做的时候，可是下线都上来了。所以我说他们是我的忠烈祠，我永远感谢他们。所以你就要这一段时间，对对对，你就是要一下子很多嘛，就怎么讲呢？就不会有青黄不接嘛。所以人家不是做到后来也是横线跟直线，横线不够，直线很大也没有用，对不对？就是拿不到嘛，所以就不断要开横线，不断要看。我觉得我最佩服就是 Margaret Song， 到现在他还这么热心，还在拼命的。我们上次去玩的时候，他任何时间看到人，他还在开口，还跟当初开始做的一样的这么热心。他跟他先生好像已经变成习惯了，还是就随时随地，我都觉得哇，我这么老了，我不想再跟陌生人去讲这些东西。可是我们有开车的人或者干什么的人，他都有机会，他就逮住，还是继续的努力。我真的很佩服他，他年纪也跟我同年的，真的很佩服他。对 ，Margaret 老师，他们现在每天还有 meeting， 每个星期还有 seminar 在 online，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yeah， 太热爱，太热爱，非常热爱 ，yeah。好，谢谢。我觉得大家应该很想说有空 Teresa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样快乐做 New Skin， 对不对？要不要快点约他时间，快点打上来，我再跟他来约一趟。好，讲可以这么兴奋，我们下次可以来跟 CEO 问一下。我真的很紧张，我都觉得我已经过气了，我觉得我觉得那种感觉特别的好，就让人家不知不觉中就想跟你买东西，你看对不对？就觉得啊、哦，那种感觉特别好啊！老师，你今天觉得感觉还好吗？还可以吧？有你们帮忙呀，那所以说下线就是下线，懂得我。你下次还可以再来吗？帮我补啊！你下次还可以再来玩一玩，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们都要这么早的时间啊！我们会一定会安排一个你的时间，然后我们早起来怎么样？有想要来的人要不要早起？因为他们跟我们时间不一样，有没有？哇，看到吗？老师有没有看到？哦，好，大家要不要来？好， yeah. 因为老师现在在加州嘛。哎，我在听到老师讲说，我就突然好想听一下老师怎么去快乐的分享。其实东西都差不多，你看他现在到现在连卖一个，可能他不知道非法的东西都卖得这么好。所以我觉得，然后我看中医也是，我看了一个中医很好嘛，他那个看到那个外国人这样背痛干嘛，他进去就用那个小针刀咔一弄他就走路了。那我觉得我那个脖子很痛，我也是跑好远去 Montreal 要开一个多钟头去，回来也是告诉大家每个人都很想去。后来我又想每个人要开这么久的车子也太辛苦了，我干脆就把那个医生请到我家来，所以大家报名就十几个在我家轮流一个一个的在看。我反正就是哎，懂了，我说鸡婆也鸡婆，啊，搞不清楚。我反正觉得能够好东西让大家能够分享，不管是医生、餐馆，或者是买东西 ，anything， 我想这就是我现在最开心的事。其他说真的，从老公走了，我觉得我人死了一半 ，OK， 完全，这就是我说要珍惜夫妻，真的是比谁都重要。你就会后悔。以前他对你干嘛不好的 maybe 你全忘光，你只有记得那些你可以做得更好，你会后悔。这就是我现在觉得日子，所以跟你们见面我也比较开心，就是这样子的呀。那我跟你讲，你最爱我们，你常来吧。啊，咪姐要说话了，咪姐不好意思。对对对，因为我觉得 Teresa 因为我想大家的伙伴，我是直接，我真的要永远感恩 Teresa。那很多细节你们都没有听到，我今天一直给大家，这么多人分享 Teresa 她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她实在太谦虚了。
因为我当时要做的时候，我其实是上线不做，所以他给了我一个名字，就是你的名字，我就打电话给你，你大概都不记得这件事情，你根本不认识我，我只跟你说我是咪咪，我在冰汉城，我很想做，你可不可以来帮我？然后呢，你就看我那么可怜，我就说我好想，你可不可以来？然后你就是一个爱心，然后你说那咪咪你在哪里？我说我在纽约很棒的一个地方哦，我去看一看。你就傻傻的来了，就傻傻的，真的是永远记得你来的那一天，我们根本不懂，我就是请了几个人在那个那是我老公也反对，我也是偷偷摸摸的，就在图书馆里面借了个地方，因为当时也没钱，也不敢什么，因为没什么人嘛。然后呢，我也都不懂这个礼仪，就跟你说要坐飞机要坐到冰汉城，那你也不知道冰汉城在哪里，那个小飞机场，我自己都没有去接你，因为我在忙，要照顾嘛。我就请我一个那个是张良慧还是谁，就去机场接你，你大概都不记得，我们也没见过面，啊你就来了，然后呢，我就看你进来了，你就拎了那个大的那个演讲稿，一个你记不记得，黑色的一个演讲的一个东西，一个 flip chart， 然后呢，你就进来了，你就把东西放下，你就一直紧张，一直发抖。然后你就自我介绍，我们也不晓得怎么介绍你，因为真的不认识，我们那时候怎么懂。然后呢你就说啊，你就一直讲你的故事，然后你说你去分享啊，然后来来来用啊用啊，然后就讲讲经啊，一面讲一面发抖，然后你最后讲一句话说我也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上个月收入就几千美金，然后我就看着你，我说啊，这种人都可以，就每一个说几千美金，那我一定也可以，你就给了我无比的信心。我说啊，那如果 Teresa 可以，我就是一个定心丸，那我一定要。那我还记得要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你跟 KB 大哥就好热心哦，帮我当孩子一样，虽然我们也不过差几岁，你帮我当自己你的小宝宝。你就说，因为你大概都不记得了，特别是吧？说咪咪，你那么想，要不要来我家？我们这边有训练。我说啊，你家在你那么远呢？啊，你来来来来来住我家。我说我的老天啊 ，Teresa 跟我也不是那么熟，就要招待我去他家住，我就真的去了。然后就是那一天，然后我们还打地铺，还干嘛的？我就从你身上我就看到了。你是这么的有爱心，你不分朋友是跟我熟还是不熟，你就是掏心掏肺的去帮忙。那后来公司要开加拿大，这个故事你们一定要听，要开加拿大，我说好，我们就赶快去加拿大，真的是。但是呢，我想说哎呀，要一定要把 Teresa 跟 KP 大哥约过来，你又傻傻的过来了，你加拿大也其实也不熟嘛。那我永远记住，从冰汉腾你就来了。我说 Teresa 先来冰汉腾讲课，然后我们一起开车去那个 Toronto， 还因为也没那么远嘛，我都把你描述的很简单，就傻傻，好，不是很远。然后呢，到了，我才记得后来到了 Toronto 有一个伙伴来接，然后呢，他呢是当地的那个国内的朋友，中国来的，也是个留学生，就来接。结果有接了以后，他车子就抛锚了，坏掉了，当场车子没有办法开了。然后呢 ，Teresa 跟 KP 大哥当时就说：“哇，你车子真的没办法了吗 ？”Teresa 跟 KP 大哥当时就把钱给他说：“去买一部新车。”没有新车了 ，used 的，因为他不能，我们很同情他学生嘛，那车坏了不行，所以扣平说我们就买一部车给他。你看，一部车，因为他慷慨的心，让他有现在的成就。我还要再讲一件事情，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我们除了开台湾，又去开日本，去开韩国，我一个人跑去韩国，你心疼，看我一人，你说咪咪，我来陪你，我一个人住旅馆，那可是你跟 KP 大哥在一块，你都怕我寂寞，你就会拎个包包的过来说，咪咪来，我今晚陪你，你记不记得？
大概都不记得，我都不记得，就永远陪我去台湾也好，去香港也好，去日本也好，去韩国也好，还有马来西亚，你都看我一个人好可怜。我最记得了，刚去的时候小 B 的夏天那些都还在，好像桌子都没有，还在地上就这样子放个东西帮人家干什么，我还记得，我觉得哇好辛苦哦。永远感恩您，大家真的要永远感恩 Teresa， 没有 Teresa 我不会有今天，也不会有你们，没有你们也没有我今天了，真的真的，我觉得做 New Skin 反正就做 New Skin 也遇到很多就是意外的事情。我记得我有一次到下线家，那时候大家都没有赚到钱，也不会去住旅馆，就住在下线家，结果那天我就睡他女儿的房间，他女儿就养一个天竺鼠嘛，结果那天从炉子从那个笼子里面跑出来了，那天晚上我就刚好睡在他家，到了晚上睡着的时候，突然一个胖胖的大大的我身上，那个老鼠把我吓昏了，我觉得我做 New Skin 就碰到一些这些情况，好吓人了，本来就怕老鼠之流的，还半夜三更掉到我身上，好可怕。还有一次也是到了日本，夏先说他有一个朋友在横滨，一个医生很想知道，我就从东京坐快车去横滨，然后我这个人是丢三忘四的人，那个手机的电话号码没带我就去了，后来想不管了，到了那边再说，结果到了那边东京的那个地铁这么多人，人山人海，你要问任何人都没有人会理你，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我站在那边一直在看看，后来等了好久，突然有一个男生跑来了，说你是不是 Teresa， 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办，我就打到他家里的留言说我是穿什么衣服， 我在哪里 OK， 所以那个人大家听到了就来，就看到我跟我打招呼，我那时候 还不晓得，我还心想哦，因为我做 New Scene 人家认得我，所以这个人知道我是谁，结果那时候已经都七八点了才找到我，然后我还觉得我不能白来，我还要赶回去，我就匆匆忙忙的，我们一面吃饭我就一面讲产品啊，表演给他看，他说我就要来看一看你这个 Teresa 是什么样的人，这么大胆，一个男的也不认得，我就从那么远来跟他去干什么，万一对我怎么样，对不对？结果后来一下子都快十二点了，他说不行不行，地铁不开了，赶快叫一个计程车到哪里，我才坐车回来，所以我反正就是觉得哦，要做的事情赶快做赶快做，我就是这样子呀，就是反正就是把事情看着就变一个责任了，我平常不太负责任的，可是我做 New Skin 比较有责任感呀。我觉得下次应该找咪咪姐跟 Teresa 老师来一段，因为我们很多都不知道这些小故事，特别的想听，哎，对，大家有没有想听的，对不对？我都不知道这一些，好想听哦。咪姐跟 Teresa 老师，早一天我们来弄多一场好不好？可不可以，咪姐？可以吗？可以吗？我们试试看，早一天，我太想，因为我们太想知道我们老祖宗的故事了。可是我觉得还好，我们都跟对人，好，不管是我们咪姐或我们 Teresa 老师，永远都给我们最正确的价值观。我觉得我们超幸福，有跟对人，真的。还有一个最能干的小 B， 没有，小 B 是在路边的。OK， 像我觉得真的很，我今天其实我觉得今天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对不对？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幸福，对不对？好，知道我们的老祖宗是怎么这样子走过来的，然后到现在他们的状态还是我们。就是不会退流行的，到现在还是这么样吸引人，因为这是一个很真很真的，所以我每次我就说我的老师们，我觉得我做如新真的很幸福，因为我跟一群价值观很正确的人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全部 NP 家人的一个幸福，对啊，所以都不舍得离开哦，可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还很期待，对不对？所以我来安排一下，下次哈，咪姐
好，跟我们 Teresa 老师，我们请你们来就讲一些以前我们好想听的故事，线上都好多人好期待。 Teresa 可以吗？我们下次选你的时间。如果我能够帮助一些人的话，我愿意。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实在是做的很有限。太好了，可丽莎老师说他，因为我知道他一定愿意，因为他就想跟我们在一起了，对不对？他跟我们在一起，他特别高兴。对啊，所以呢，今天很开心啦，节目也到了尾声哈，所以我一定会快点努力安排，期待我们下一场，那时候就等我们咪咪姐来挖出我们就跟 Teresa 老师的一些点点滴滴，好不好？我们超想听的，我刚才听到我好多东西我都没有听过，咪姐我先跟你约了 ，Teresa 是先跟你们约了，好不好 ？OK 吗？先上约了，开心，跟你们在一起。Hello， 有劲，现在有劲。有劲，对对对。哦，他听懂了。哇哦。No, you know, I just would like to say, Teresa, I want to thank you because life is made for memories, and Mimi speaks of you almost every day. And when you look at how instrumental you have been in helping so many of these people, and I've personally seen people transform.I look at Ivy, she looks younger now than when she joined, okay? And I hope you're gonna be coming over for some mojitos pretty soon in the garden, in the backyard, Ivy. Yeah, I wish, I will. And Jasmine, we've gotta go for some seafood next time we can get to Malaysia. Shirley, another great leader. Annie, I can name everyone here. And you've been largely instrumental in helping all of these people, so it's an honor. To have you on. You look terrific, my God. I can't wait to see you all again in person. So thanks so much for coming into our home and sharing your stories and all the memories that you have with Mimi and some of the others. We thank you. Yeah, hope I can visit. Thanks, June. Yeah, 所以 Teresa 老师，我跟你讲，现在我们在空中已经组了这个学校，你不用飞来飞去，你住在你家就可以了。好，只要给你账号，你就可以上来跟我们讲话了，好不好？非常棒，所以我觉得今天非常的开心哈。所以我们今天都看到我们的，我们就是一直带领我们的老师们，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夜晚哈，让我们知道以前我们如新的家人哈。起步的时候是怎么做的，我今天也非常开心，再次谢谢咪咪姐帮我们牵这个线，也谢谢 Teresa 老师分享了这么多，我觉得大家都听到都忘记了，我刚才都忘神了，你知道吗？都忘记自己要做主持人了。我觉得今天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个晚上哈。那我也把主持棒交回给我们的新月老师，新月，谢谢 Teresa， 谢谢，谢谢 Teresa， 谢谢 Teresa， 好高兴看到大家，真的好开心。超爱你的，谢谢老师，谢谢咪咪姐，谢谢老师。